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47面第一行，第一行。弥陀要解云：同居净土，是正上善业所感。这一句话是欧耶大师讲的，下面是念老说的：一念念即佛，为成佛之清音缘，净念相继，乃等无间缘。以佛号为所缘境，乃所缘缘。言正上者，总摄前三缘，有大利用。这个地方啊，讲到相宗所说的四缘生法啊，这个任何一法生起都有缘啊，因是阿赖耶识里头本来具足的啊，我们用植物来说，这个就很容易了解啊。譬如我们要种桃，桃的种子桃壳，那是清音缘啊。桃核实在说呢，如果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瓶里面，它永远不起作用。那就是什么呢？它只有清音缘呢，它缺少其他的缘啊。植物来讲呢，最重要是增上缘啊，它有所缘缘，它还有无间缘。所缘的缘，清音缘、所缘缘、无间缘，都属于本身具有的。啊，这个桃里面的核仁，他希望能够长成桃树，这就是他所缘的一种缘。而这个力量呢，还不能够间断，如果间断了，它就不能生长了啊。所以本身呢，一定有这三种缘。这三种缘呢，实在讲一切众生都有，在过去我们把它分作两个，一个是心法，一个是色法。像物质是色法，那色法的时候，这两种缘你看不见，现在我们知道它有。为什么？色跟心永远不能离开，啊，弥勒菩萨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就是一微尘，
微尘是色法啊，色法里面有心，有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是心法，色跟心永远不能离开，所以整个宇宙通通是一个有机体，也就是说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无论是动物、植物、矿物啊，乃至于电子、粒子啊，现在所讲的量子啊、小光子，没有例外的啊，这是最近才发现的。因此，一切法的出生都离不开这四种缘。那么心法呢，是最明显的啊。你比如桃和这个，它需要增上缘，增上缘是土壤、肥料、阳光、空气、水分，这些东西通通具足，它就能长得非常好啊，将来开花结果啊，缘具足。那么现在我们从心法上来说，像经上所讲的，我们有成佛的种子，这是清净缘。佛说过了，一切众生皆有啊，皆本来是佛，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清净缘。一切众生，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只有《华严经》说到，其他经没说。啊，《华严经》说的是“情与无情同源种植”。啊，有情，我们今天讲生物；啊，无情的呢，那非生物，不是生物，不是生物就是矿物。植物都是生物，它会生长，植物矿物不会啊，沙滩上一粒沙它不会生长，石头也不会生长啊，那是矿物。华严说得好啊，情跟无情同源种植，同源种植成佛啊，啊，生物成佛我们没有问题啊，那矿物成佛我们都成了问题了，矿物怎么会成佛啊？到现在我们才晓得，原来矿物里头有受想行识，他知道，他能看能听，知道我们的意思，就是有情众生的意念他全都知道啊，那有情众生我讲包括生物就太多太多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想象到整个宇宙确确实实是像一个非常精密的网络电网啊，你看不到它，但是它存在啊。我们身体不但身体了，每一个细胞
矿物里头每一粒尘沙，它放不放射？放射。为什么？所有一切物质它的存在都是属于波动，波动就是放射啊，它有频率啊。科学家告诉我们，频率慢的就变成矿物这一类东西，频率快的呢，它就变成像我们的皮肤肉体啊。再快的呢，就变成电波啊，光波、无线电波，它就变成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起心动念是意念在那里震动，念头在动，这个念头不是物质啊，起心动念。可是物质现象呢，我们这身体肉体的每一个细胞也在动啊，动的频率确实不一样啊。我们的指甲它的频率就慢，我们这肉体它频率就快啊。那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血液频率就快啊，骨骼频率就慢啊，它都在动啊。你整个山河大地，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动的啊。大乘经里面讲的这一念非常有道理，这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里头的一念啊。我们用现在用秒来说啊，一秒钟大概有1600兆的念头，那个里头的一念啊。因为念念相续啊，无间嘛，它不间隔，一个一个前念灭了，后念马上就生了，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宇宙啊。前面这个念头跟后面念头不一样，所以这个宇宙之间变化太大啊。我们在还原观上念到的畜生无尽就是这个意思啊。波动的频率头一条讲周边法界啊，念头才动，你是看这个速度多快。变法界、虚空界全部都收到了，这个频率都收到了。每一个粒子啊，每一个光子不断的在发出这个信息。同时他也收到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他是活的，他是有机的。我们无法想象的啊，这是非常无法想象的一种精密的一个网状的东西。那么念头如果是善，善的境界就现前了，没有一样不善。念头不善呢，也全都坏了。啊，西方极乐世界念念都善，念念他念念是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知道了，阿弥陀佛是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十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呐！世尊对我们很爱护啊，慈悲到极处啊！
为什么不劝我们往生其他佛国土，劝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什么原因？大乘经里面说的很多，不但世尊这样劝我们，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都劝他们世界的众生啊，也就是佛弟子们，都到极乐世界去。那么极乐世界肯定是遍法界虚空界美好的中心，善好的核心啊，到这个地方啊，才真正见到啊大圆满。那么这种大圆满怎么来的？世尊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了，是发藏比丘以大慈悲心的发四十八愿，又以无界时间的修成的。这个修成，这就是缘。四十八愿是什么愿呢？是所缘愿。有四十八愿的功德，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啊，法藏比丘的所缘愿没有间断，而且他的所缘愿是等无极无间缘，啊，他没有杂念进去，啊，这个意念，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它是完全相同的，它不是相似，相续相，它是平等的相续相，就真的是相续相。啊，这个世界是阿弥陀佛，现在他成佛了，啊，成佛了，称他做阿弥陀佛。啊，阿弥陀意思就是无量，佛是觉，啊，无量觉，无量智慧，啊，无量的慈悲，样样都是无量。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名号代表遍法界虚空界无量的善美，我们常讲真善美慧。啊，没有比这个更高了，没有比这个更圆满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念佛就是念这句名号，这句名号四种缘通通具足，把我们阿赖耶识的种子啊，最善的种子，我们阿赖耶的有阿弥陀佛，有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所说的自信弥陀，唯心净土，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种子啊，清净缘呐。我们自己要知道啊，我们肯定能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我自己心中的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是我自性里面的阿弥陀佛，不向外求，向外求不到。啊，那今天我们念佛，净念相继，这是所缘缘，我们就缘这一句佛号。啊，念念相继呢，相继就是等无间缘。啊，净念是所缘缘，缘的佛号啊。啊，真善缘，我们怎么知道有这回事情？那头一个真善缘是释迦牟尼佛啊，他给我们介绍了，我们才知道。释迦牟尼佛去我们3000年了，他老人家教诲世世代代相传，这是个真善缘。如果没有世代相传，我们怎么知道啊？这世代相传包括集结经藏，把世尊49年教学啊，用文字写下来流传后世，这是我们真善缘啊。那每一代世世代代的有这些大德，我们称祖师大德，他们传持这个法门，一代一代传下去啊。那么经本到中国通过翻译啊，中国祖师大德相传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净土宗已经13代了，这都是属于等无间缘。这个增上缘呢，这是增上缘，也是等无间缘，也是增上缘啊，因为它没有变质啊，一直流传下来。道场是我们的增上缘，经本是我们的增上缘啊，同参道友都是我们的增上缘，所以4种缘通通具足啊。这后面最重要的是菩萨第一善根，这第一善根就是精进不懈，我们只要精进不懈就成功了。如果圆通具足了，懈怠懒散啊，不想念佛，还贪恋这个世间福报，那就可惜了啊！那这个种子慢慢你就不培养它，它就烂掉了啊！这烂是烂不掉了，叫金刚种子了，这一生不能成就。哪一生具足了这个增上缘？因为清净缘、等无间缘跟所缘缘都不会间断。啊，那么所缘缘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对象。如果我们所缘缘是名利，是世间的福报，你用正当的方法去求得，果报在人天呢，人间天上去享福啊。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
也能得到，将来果报在三途。啊，所以人间天上六道十法界都是众生所缘缘成就的，你缘哪一个？啊，佛法里头法门无量无边，你缘哪一个法门？你成就什么样的果报？啊，缘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学佛同学当中，我们见到很多，他们不想到极乐世界，啊，他们想到斗率天。想去亲近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将来到这个世间来做佛，啊，他们做弥勒菩萨的弟子，啊，菩萨弟子、声闻弟子，他喜欢这些，不少人呐，啊，依照方法去修行，四缘具足，他能成就。啊，像虚云老和尚就在斗率天。我们从他脸谱里面去看，啊，他曾经有一次入定，定中到斗率天，啊，见到弥勒菩萨，还听了一座经，弥勒菩萨告诉他，你的缘还没成熟，你还得下去。那他在弥勒天上看到几个老同参，都是熟人，啊，这是先往生到那边去的，这不是假的。啊，他在斗率天上看到的，那真的是往生斗率天了。往生斗率天不容易，比往生净土可难多了。那为什么他修定？修唯心实定，这个修成功了，你才能去。啊，修不成功是没有办法去的。啊，早年李老师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啊，唯心实定，像我们这样的要有好老师来教。哎，大概要修多少年呢？估计要修150年。我们哪有那么长的寿命啊？他也是一层一层向上提升的，啊，提升到斗率天的水平。啊，所以还是这个法门好，临终生念一念都能往生。啊，这个我们想想可以做得到。那个84000法门要断烦恼，要修定。啊，没有界定，没有这个具足这些条件的话的时候，是没有法子去的。啊，这也是诸佛如来、诸大菩萨都为我们实现，劝导我们往生净土。啊，道理呢都在此地。等无间缘，这个等字要简单的说一说。等是平等，譬如我们念佛念阿弥陀佛，啊，前一念是阿弥陀佛，后一念也是阿弥陀佛，但是有的时候断了，忘掉了，啊，忘了几个重点了，想起来又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是阿弥陀佛，这个叫等。啊，但是不一定是，它有间隔。啊，有间隔的时候，它还是一桩事情。啊，这叫平等的。啊，我们念阿弥陀佛当中有想别的事情的。啊。这个就断掉了。
这不是无间论啊。所以我们凡夫念头非常复杂啊，修什么法门都不容易成就。而不容易成就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等无间缘出了问题啊。我们讲的是杂念太多，妄想太多啊，这个就是等无间缘，这个缘没有了，虽有所缘缘还是不能成就啊。像我们念佛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念佛三昧没得到啊，还不就是妄想杂念太多了吗？念佛当中夹杂着妄想，那个等就没有了。无间虽然有，没有等啊。你前年跟后年不是一个念头，你当中有杂念呢。啊，所以这个字关是个关键的字眼。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没有杂念在其中，这叫等无间缘。啊，印光大师教我们三个清楚。啊，这是希望我们呢真正能够念念都有等不见缘，用意在此地。啊，佛号从心里生出来，从口里念出来，念得清清楚楚，耳朵听进去也听得清清楚楚，这一句佛号是第几声记得清清楚楚，他记数只是记一到十，啊，一到十，一到十就这样记法，啊，不要记数字，也不要用念珠，用念珠分心，说的都很有道理。那么他老人家一生就用这功夫，用得很得力。啊，教别人，啊，别人学他的这个方法的时候，功夫也能得力。啊，胡小林居士，很多人认识他。他在过去念佛，一直就是功夫不得力，杂念太多。以后看到印光大师文钞上这一段，他就开始练。练得很有效果啊，他一直练了四个月才把这些信息告诉我们啊，确实有效果啊。我们这边也有几个同学也在练，果然有效，好啊，要保持这个效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放下万缘。我们的缘虑太多了，啊，很多牵肠挂肚的事情放不下，肯定还是大现场。啊，不能不放下了。那工作怎么办呢？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把放下佛念佛放下，念佛的时候认真念佛，这样就对了。啊，工作的时候想着念佛，念佛的时候想着工作，工作也没搞好，是佛也没念好。
两面都失掉了，这就错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下面这句经文，当知此人非是小乘呐。念佛的人不是小乘，净宗不是小乘。此人即如上一心念佛之人，啊，专修专念呐，是多积念佛为资料，甚至皮实，实则为了佛意。啊，世间人。这个误会的人太多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刚学佛也是这样的，认为念佛是什么？大概是释迦牟尼佛慈悲，一些没有知识的老太婆用这个去方法去安慰安慰他，完全想错了。啊，那么为什么人家向往弥勒净土而不生弥陀净土呢？弥勒菩萨法相中的住持，用现在的话说，高级知识分子啊，他们所研究的名副其实的高等哲学。啊，我在初听方老师跟我讲这个佛经哲学，啊，他告诉我，那个时候的方老师就跟照片上一样，大概40多岁，啊，将近50岁，应该是这样的年龄，啊，我26岁。啊，他告诉我，佛经里头有哲学，啊，真正是世界这个哲学的最高峰，啊，这只有一部分，啊，哪一部分呢？性相二宗，啊，性宗是三论，禅宗，相宗就是法相为实，啊，他指我的路子是法藏。法相为实，法相为实，我们接触到之后发现，哎呦，这是佛教讲的心理学啊！这些经典，我们拿来看看大学心理学系的一些教科书课本一比较啊，那真的是不如他。他讲的微细，讲的透彻，啊，所以学习这个东西，都走斗率天的路子。啊，斗率天几个人能成就呢？太少太少了，要真功夫啊！啊，搞清楚之后啊，相宗搞清楚之后啊，要放下。你要放不下，就变成所执障了。释迦牟尼佛19岁去参学，学了12年，最后还是全盘放下。他才能大彻大悟。那个全盘放下的时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
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十九岁离开家庭，把世间东西放下了。三十岁在菩提树下，把所学的东西放下了。为什么？自信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离。啊，所以自信清净心，科学找不到，哲学也找不到。啊，为什么找不到它？我们今天知道了，它没有现象。科学跟哲学都要有现象。啊，物质现象，或者是精神现象，或者是自然现象，只要有现象，他们就能找。他没有，你找什么？啊，这自信在哪里呢？变法界、虚空界，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没有它，就没有法，一切法就没有。一切法是依它而现出来的，它能现，所有一切法都在现，所以一切法的本体就是它。啊，本体找不到啊，不是现象，能现现象。啊，能现自然现象，能现精神现象，能现物质现象。啊，自体什么都是。啊，佛法难呢，就难在这里。你怎样才能发现呢？你才真能把它找到呢。《金刚经》上有一句话说，说得妙极了：“若见事相非相，即见如来。”啊，住相啊！若见住相非相，则见如来。你就见到了。住相非相是什么？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就是住相非相，你见到了，见到就见性了。我们今天这一句话会念呢，会讲啊，实际上我没见到，我们见到东西都存在啊，我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啊，怎么会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想象佛这几句话是有道理，啊，一直到我们念到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我们有一点仿佛的影子了。啊，我们看错了，像看电影一样。啊，怎么看错呢？不知道电影原来是一张一张的幻灯片，它没有动。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动呀，动的像，啊，实实在在它没动。错在自己，不在外面，外面没错，我们看错了，我们想错了，看错了叫见惑，迷惑吗？想错了叫思惑，见思烦恼吗？什么烦恼呢？不了解事实真相。
那问题出在这个地方。这个世间人真的啊，很多讥笑啊，念佛是自了汉啊，真的是鄙视啊。这些人我们知道，包括我们自己，为了佛意，没有了解佛说法的真实意，这开经记。经还没打开，你念这四句偈啊，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太粗心太大意了，真的是不解如来真实义，错解如来真实义啊，还自以为聪明。法真的，这武则天这首偈子就太好了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底下是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我们今天真的见到了，听到了，不解如来真实义，你说多可怜啊！世尊，金口清宣呐，如是之人，非是小乘。这释迦牟尼佛说的。啊，所以今天在现前这个环境里头，可以说，举世之人都不学圣贤了，都远离经教了。啊，纵然接触到了。带着很深的误会、怀疑，迷惘，不能接受，啊，甚至于还批判，所以在目前圣贤教诲、佛菩萨的经教传承，确实是严重的问题啊，找不到传承的人。啊，现在回想起来，找不到传承的人，我们都有责任。我们自己没做得好，表法没表得好啊。传承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然后把成绩拿出来给人看，大家就不怀疑了。啊，现在说10年学习一部经一个法门都找不到。啊，大乘八个宗，无论是哪个宗，你依照他的方法理论去修学，10年不改变，肯定有成就。
啊，这个里头有一个重要的小节，就是绝不受外面环境影响。这个条件非常重要。如果受外面境界影响，你肯定失败了。啊，真的明文利养，五欲六尘确实要放下。啊，一门深入。啊，要做个样子给后人看，啊，给现代人看的。说弥陀一尘愿海，悉次大白牛车，唯是一尘何由而散？故云非是小尘。啊，如来说这个人不是小尘。怎么不是小乘？啊，要知道，弥陀是一乘愿海，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一乘愿海的是哪几部经啊？隋唐时代，古来祖师大德。一乘经啊，只说了三部啊。第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二部《法华经》，第三部《梵王经》。《梵王经》没有传到中国来啊，传到中国来只是受戒的戒品一品。这也是一部大经啊，一乘经，无量寿经是一乘愿海，这个愿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普度众生呐。没关系，老居士在这个经的序文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啊，这也是隋唐时代这些大师们所公认的。啊，华严是一乘，法华是一乘，最后归属到哪里？他找这个，最后归到什么地方？都归到极乐世界。啊，《华严经》，你看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极乐是就是无量寿啊！啊，《一乘经》通通归无量寿啊！所以这部经成为一乘愿海啊！华严好像是长江啊，法华好像是黄河啊，通通流到大海，流入大海这是一个很好的启示。这启示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千经万论都像陆地上的河流一样，没有一条河流不归到大海。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归属到净土。那么我们再看看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阿弥陀佛，尊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我们又看到了十方世界无量的这些菩萨啊，大行菩萨、小行菩萨，通通都到西方极乐世界，这表的是什么法？岂不是在此地告诉我们，无量诸佛如来在十方他们自己国度里头教化众生，都劝所有的学人从菩萨到六道众生，不是都劝他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些事实真相呢，我们要把它看清楚啊，要深深去体会它了，然后我们的愿心呢，真坚定了，再不会动摇了。我们完全明白了，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生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为什么？一切诸佛所教的，通通都回归到极乐世界，这是个中心点。啊，这个是佛陀教育的总部。啊，十方世界那些诸佛，那是分部，极乐世界是总部，这个比喻大家好懂啊，真是这样的，这一点不假了。啊，习次大白牛车这个典故是《法华经》上的。啊，《法华经》上佛举了个比喻，啊，讲三界火者，这个长者，大富长者，他们家房子烧起来了，小孩不懂事，叫他教育不出来，啊，他们喜欢玩具。啊，又喜欢玩，啊，洋车、路车，啊，大白牛车就是马车，啊，引诱他，他的小孩，哎，门口有洋车，有路车，去玩，出去玩，啊，把他引出来，那三界火车什么就六道轮回。等到出门之后啊，洋车也没有，是路车也没有，只有马车，平等的，都是赐给你最好的东西啊。那个洋车、路车比喻小乘，啊，声闻缘觉，啊，世间人确实有很多喜欢阿罗汉的，喜欢辟支佛的。啊，那不就近了？啊，引导你出来的时候，通通一律平等。啊，全是大乘呐！啊，大白牛车是比喻大乘。啊，古时候交通工具，运载量最大的是马车。啊，所以为师一乘，一乘是成佛，成佛的大道，还不是叫你去成菩萨。所以何有二三呢？二就是大乘小乘，三就是声闻缘觉菩萨，这都是假设的。啊，都是属于右道。啊，故云非是小乘。
佛赞扬啊，如是念佛之人，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这个赞叹，实在讲太殊胜了啊！你今天是明白了，贵的是直下承当啊，什么人是如来第一弟子？念佛求生净土的佛弟子当中，他是第一弟子。你学其他的法门，第二、第三、第四排下去了。啊，这个话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佛在《无量寿经》上讲的。何以故？再提个问话，为什么？于一切法门当中，以念佛法门最为第一。为什么？这个法门能叫上中下根，在第一生当中能够平等成就啊，下下根往生也做阿惟越致菩萨，就平等了。这个平等呢，就是此地比喻，习此大白牛池。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了。这一点我们要晓得，啊，要肯定，念佛法门最为第一，最为难行。于此一切世间难行之法，能生实性啊，真实性。如教奉献，故名第一。啊，如教奉献呢？你只记住两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行了。你看，就这么简单。上中下根全能接受啊，真的是第一了。希望我们对这部经要真心真发愿，做如来第一弟子啊，将来的成就也是第一成就。我们看底下一段经文：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啊，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请看注解，又问：复劝呢？尊重意志，爱要修习本经所受之法。
世尊慈悲至极，劝导我们依教修行，千万不要怀疑。这一部经将极乐世界介绍的非常完备，啊，最难的、难得的是把极乐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成就的。啊，原原本本，不是凭空想象的，啊，也不是天神制造的，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啊，依佛的教诲，精进不懈，长时间修学，叫无界修行，功德成就，净言素云。是故以下，啊，就是这一段经文，劝学此经。以此经中说无量寿，文获大利。啊，这部经佛是专讲无量寿，专门介绍无量寿，就是介绍阿弥陀佛。故是大火满三千，业须从故听受此经。啊，我们在里头加几个字就容易懂了。也必须从中通过而听受此经。三千是三千大千世界，啊，用我们今天天文学家的话来说，这十万亿个银河系，啊，十万亿个银河系通通都是大火，我们也必须从当中通过，要听受此经，宽与小难，这是讲灾难了。啊，再大的灾难也拦不住你坚定的信心，坚定的愿心。啊，为什么？这是无比殊胜的利益。啊，你要失掉了，再也找不到了。啊，这个比喻也是佛在经上说的。因此经乃是经中第一经，与弥陀因地愿行，极乐一真庄严，三辈往生，两途尽会因果，离世无碍，世世无碍等等，摄无不尽也。
啊，真难得了。无论是理，无论是思，都讲清楚了，都讲透彻了。啊，阿弥陀佛，因地的大愿大行。啊，是我们的典范呢。我们今天要能够效法阿弥陀佛，容易太多了，向他学习就行了。啊，怎么学法呢？专学这部经，啊，经中第一经，也就是说，世尊当年在世，49年所说一切经里头的第一经，这是必须要认清楚的。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说最重要的部经是哪一部经？就这部。为什么？你照这个修学，你这一生决定成佛。你依其他的法门，要拐弯抹角，走很多弯路，你才能成就得了。这条道路是直路，不是弯路，是最近的一条路，捷径。啊，怕你不能相信，所以把阿弥陀佛因地法愿修行给你讲清楚。这是阿弥陀佛的历史，也是极乐世界的历史。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介绍在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学习，去修福修慧啊，把这一个道场介绍给你啊，修学的环境非常完备啊，老师学生也都介绍给你了，啊，三辈往生的正因，这很重要的，怎么去啊？啊，上中下三辈，各个阶层，你到极乐世界去，从小学念起行，当中插班也可以。啊，等于说他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啊，你愿意从哪里插进去都行啊，能力不足从头念起这个处所真正是享福啊，从头念起是享圆满的福报啊！这个世界一切苦都没有，所以称为极乐。这个地方学习，只有提升，没有退转。啊，只有是进退时间快慢不一样，有人提升的很快，有人慢慢提升。啊，总而言之，他都提升，他不会退转。
啊，粘土净秽因果，极乐世界清净的因果。我们现在居住这个世界，秽物的因果都讲清楚了，都讲明白了。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是华严经上讲的四法界。啊，离无碍法界，世无碍法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等等，这是华严境界，无不啊，摄无不尽呐、啊，都在其中啊。所以这部经里头确确实实是圆满的法轮啊，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全在其中。啊，汇集的太好了。故应于此经中啊，生道思想。在佛门里面，道士是佛。佛是我们的导师啊，这部经就是我们的导师。你学这部经，就跟释迦牟尼佛学的没有两样，就跟阿弥陀佛修行没有两样。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在这部经里头。释迦佛在哪里？也在这部经里头。啊，这一部经就是释迦，就是弥陀。要能生这个性啊，净以经教啊，发菩提心，一向转念。真诚恭敬印祖说，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我们要圆满的诚信心，依教奉行啊，教我们发菩提心，我们就采取欧耶大师的教诲，全心全意啊，或者说一心一意，这一生当中就一条路子，西方极乐世界，一想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极乐世界。啊，一个愿望，亲近阿弥陀佛。啊，一项专念呢、啊。世尊佛云：“凡愚令无量众生俗证不退，皆为愚见极乐。”广大庄严殊胜佛刹，愿随佛学，亦自摄受佛刹，如极乐之广大殊胜，普被众根，广摄万类，以圆满功德者，当起精进心，听受此法门。这个鼓励我们太难得了。啊，第一个是四弘誓愿的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要真有这个心。
啊，于令无量众生俗证不退。啊，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学了无量寿经，你真正做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就能做到了。啊，你一做到，别人就相信啊，别人就能接受啊。啊，要想见西方极乐世界，广大庄严殊胜佛刹，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庄严不是富丽堂皇，啊，富丽堂皇是自然的，为什么？真心，它不是人工设计的，也不是人力去建造的，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呢，全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自然成就。啊，这是我们世间人讲的福报啊，他的福报太大了啊，自然变现出这个世界。啊，前面我们读过慧日法师、法照法师、法照法师是我们净宗第四代的祖师，他朝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无比殊胜庄严。大圣佛这个竹林寺是人工设计的吗？是人工建造的吗？不是啊，他有缘他就看到了啊，看到那么多的菩萨在那里听经，文殊菩萨讲经啊，离开之后感觉到很幸运呐、啊，真正看到文殊菩萨的道场啊。离开一路上做记号，啊，下一次来的时候可以找到，就回头一看没有了，是一片青山，什么也看不到了，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是什么？文殊菩萨功德的成就。啊，真实功德。自然变现出一真庄严。啊，我们这个世界，菩萨道场、阿罗汉的道场，
乃至于福报大的天人道场。都能看到啊，何况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这样的修行功德，自然成就啊殊胜庄严广大的佛刹了。我们能够相信啊，我们看读到了不会怀疑。愿随佛学啊，这么好的一个老师，我们要不去跟他跟谁啊？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你要问为什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这样劝我们？佛看我们跟他是一体，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在这个地方呢，体现出来了。我们自己愚昧无知，还曾怀疑一些。那还要问他为什么？啊，到我们认真修学，到一定的程度，就恍然大悟。悟到什么呢？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啊，我们对一切众生也像诸佛如来那样的慈悲。啊，一自摄受佛刹，如极乐世界之广大殊胜，这是真的。夏莲老常说：“我念弥陀，弥陀念我。”真的不是假的。我心中有弥陀，弥陀心中有我。我跟弥陀是一，不是二。这个关系多亲切啊。我们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刹土。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的？真的是自己的，如果不是自己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就讲不通了。我们自己清净心念出来了，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自己清净心的功德变现的，又是阿弥陀佛变现的。这就是现在科学家讲集体意识啊，是我们的意识跟阿弥陀佛的意识集合在一起。你说是弥陀的净土现，讲是自己净土也行，自他不二，自他是一了，自摄受佛刹了。如极乐世界广大殊胜，跟他一样的啊，普被诸根，广摄万类，
这个皮是假皮，就是假齿，普遍假齿，无量无边的众生，不同的根性呢，也像阿弥陀佛一样，广施万类，啊，遍法界虚空界，你看他度的对象，啊，我们今天讲帮助、协助，啊，哪些对象呢？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到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没有不摄受的。啊，以圆满功德者，啊，这样功德才叫做圆满，一个也没有漏掉。啊，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都在阿弥陀佛星光普照之中啊！啊，这个就是转阿赖耶为大圆尽智，佛心是大圆尽啊，遍照法界。圆满功德，我们要能够像希望像阿弥陀佛一样，这个心应当要有。我们在前面读过阿舍王子听到释迦牟尼佛说法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听了欢喜，都起了个念头，希望我自己将来做佛像阿弥陀佛一样。啊，这些人有善根了，有福德了。啊，没有善根，没有福德，他听了，他不会发这个念头。啊，我们今天听经，听到这里，明白了，搞清楚了，一定像阿舍王子一样。啊，要生这个念头，我要到极乐世界，我到那边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然后才能够帮助十方啊一切苦难众生。后面当起精进心，听受此法门。前面跟我们讲的真诚恭敬，幕后啊劝导我们精进啊，都是听受这个法门，此法门就是这部经典啊，要会听，体会到经典里面所说的深深意趣，要会听，听了之后要能够完全接受啊，像孔老夫子一样，幸而好苦。夫子这一句话跟佛家里头信受奉行是一个意思啊，信是信受，好古就是奉行，喜欢呢、啊？喜欢哪有不学习的道理？啊，不认真就学习，他不喜欢了、啊。喜欢肯定认真学习啊，
信而好古就是信受奉行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毁。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借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也。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有段啊，右面这一段，佛身劝大众，真的是劝导我们呢，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我们看到世尊苦口婆心。劝导大众啊，坚信此净土法门与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净土法门第一经，关于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介绍的最清楚最完备的一部经典啊，这段文一开头就是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在四弘誓愿中，法门无量誓愿学，何况此经中第一之法？而此大经，复是经中第一经。四弘誓愿是诸菩萨的总愿，菩萨无量的行愿不出于这四个范围。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也不出这四个范围，所以这是诸佛菩萨宏愿的总纲。第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实在说真正宏愿就这一句啊，慈悲到极处啊。众生无量无边，发这个大愿要去帮助他，要去协助他。帮助他什么？终极的目标，帮助他们成佛。众生的业障习气太重了，不得已而求其次，帮助他破迷开悟。业障极重的，帮助他们断疑生信。这三个等次，上中下三根。
啊，对下根，要帮助他断疑生信。这才能得度啊，慢慢去诱导他。啊，已经有基础了，要帮助他破迷开悟，最后帮助他转凡成圣。方法第一殊胜，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论是什么样根性，上中下三根，通通得度。啊，其他法门不是，有些法门像这个阿含，专度小根。啊，首先帮助你步入三途啊，这个太重要了。啊，佛怎么教你呢？教你舍身业道，教你孝亲尊师。教你慈心不杀啊，这个你在六道里头决定不堕三途，心量再大一点，这个还不满足，希望更好一点。那佛就教你认识六道轮回苦啊，啊，你得要有心处理啊，真正发这个心，教你受持三规。具足众戒教你修定，帮助你开智慧向上提升啊，根性立的他就脱离六道轮回，升到佛的净土。四圣法界是净土，啊，心量更大的，这还不够，啊，希望能够得到圆满的大觉，那佛就是道归极乐。84000法门都是善巧方便，包括华严法华啊，最后都是道归极乐。师尊专门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经典三经，大家都晓得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啊，这是专讲的净土三经，在讲其他经典当中附带介绍的劝导大家求生极乐世界的这样的经典有200多种啊，啊，所以古德有说，世尊对于这个法门处处至贵也。
显示出佛的悲心，佛的愿望啊，无不希望你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你决定一生究竟圆满。啊，念老在此地说，啊，弥陀因地发心愿，假令供养恒沙众啊，不如坚勇求真求。这是勉励我们的。供养恒沙圣是求福，求福果报在人天，出不了六道轮回，不如坚勇求真觉啊，坚定信心，勇猛精进啊，求真觉。求正确者，首因求正法。没有正法，哪来的正觉？那什么是正法呢？故不应自身禅为之心。下面有解释，我们看下面。退是退转，去是弯俗，我们现在人讲的弯路。禅为是虚伪，这是障碍。菩提大道上的障碍，你要有智慧，要认识，啊，要知道避免。头一个，决定不退转；第二个，不要走弯路；第三个，不可以虚伪。菩提心，第一个真诚啊，清净平等自正觉慈悲，这是菩提心的。无论是顺境，是逆境。对一个发菩提心的人来说，通通都是增上缘啊，都是帮助自己提升，帮助自己精进，好事不是坏事啊，自己要认识啊。一般人顺境善缘容易生贪念啊，这一贪念就退转了，就弯路了，就禅违了啊。逆境现前，恶缘现前，就生怨恨也退转了啊，甚至于
还生报复的心。啊，不知道啊，所有一切众生呢、啊、所有一切境缘呢、啊、都是佛菩萨在帮助你。你自己要觉悟啊。啊，逆境恶缘不生成慧。永远用一个平常心，平是平等，常是永恒。啊，换一句话说，就是用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的体就是真诚。人没有真诚，哪来的清净平等觉？啊，对待外面一切人，一片慈悲。慈悲是真诚的爱心，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正觉的爱心。待人接物啊，对我好的人慈悲，对我不好的人也慈悲。啊，回报陷害我的人，对他还是慈悲，绝对没有打折扣啊。啊，看到他有困难一样的时候，热情伸出援手帮助他了，不要说这人他害过我了，我不要过理他了，错了，那不是菩萨。啊，我们要能做到。啊，这些都是经典上教导我们的，我们能够依教奉行。这就对了。啊，下面说是入大火，这是假设。啊，盖为唐因求法深入大火，亦不因疑悔。当如弥陀因地，纵使身执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啊，实是身心切愿呐、啊！我们在今天好像也遇到这种环境了。啊，很多同修，社会大众忧心忡忡，灾难这么多，确实不是好现象。啊，从今年三月，全球严重的灾难，一个月比一个月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我估计八月会超过200件，真的超过了。九月会更多，月月的往上升，这个事情这不是好事啊！我们怎么办？阿弥陀佛给我们做了榜样。再苦，我们的信心愿心永远不退转，
这什么？这叫身心契约。啊，灾难来了，不惊不怖。啊，我常常讲，灾难来了，应当80%的人是被吓死的。什么人会留下来呢？若无所依，不在乎，这人会撑下来。啊，什么灾难来了，他也无所谓，能承受得了，啊，不以为意，他就很容易轻易就过去了。啊，千万不要害怕，一心念佛，念佛要深深相信这一句佛号，能消一切罪孽。啊，不要再用别的方法了，就这一句名号，你要相信。啊，我们从今天起，念念不离佛号，这一年的时间就能够超越了啊！啊，不在共业当中，自然会留下来；在共业当中，就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念头一动，佛就来接引。啊，我们的功德就圆满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